老大，子弹来了。对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，我好找人去接你啊？你的朋友？是啊。我有这么多妹妹，最疼的就是你，有什么你说吧。 我想跟你要点钱花。喂，这位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有空的话陪我看场电影好不好？啊？哎，这样吧，最近我们不够女人，你叫你朋友到酒吧去接几个客人，不就有钱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她是我的姐妹。这个世界。 是笑贫不笑娼的，难道这个你都不懂？老大，我来向你要钱，不是带我姐妹来帮你赚钱的。那，我替你去跟她说。嗯，小妹妹，叫什么名字？就是叫小妹妹。你跟子弹很熟啊？当然了。那。 如果子弹有难，你帮不帮他？老大，走开！你要我怎么帮啊？哦，很容易，帮我做几天事就行了。哦，做佣人呢、啊，没问题。当然比做佣人舒服得多了。<笑>怎么样？如果没什么问题，随时可以上班。<笑> 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大，哎，怎么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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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坐近你啊，去打你妈吧。走。